米粉了。如果有办法在市集见到这个，真的是感动。镜头后面全部都是人，人满为患。感觉就很好吃。对啊，我很怕。你说吃的话，我喜欢萝卜糕。你们的牛肉很好吃哎。这是我第一次把印度咖喱吃光。好大哦！哇，你把鸡皮都吃掉了。老板，你等一下是大吃的。这个如果拿去我们市集卖，一定会卖爆。